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范扬奇。从事房地产这个产业呢，从我28岁到现在42岁，也已经迈入第12个年头了。那今年算是整个景气还有这房地产买卖交易量非常少的一年哈。那可是我们今年决定要这个逆势操作。我们一个好朋友叫 Jerry 呢，他今年要在我们竹北成立一间新的中介公司。那我呢，要在竹北成立一间新的这个建设公司。我们主推案子是琼林以及新埔两个乡镇的电梯大楼。我们要做的是7层楼的电梯大楼。那新埔呢，我们会有12户电梯大楼，从3房的。那下面会有5个店铺。那我们在琼林推的这个案子呢，会有30户啊，就是双拼的跟三拼的2栋，总共7层楼。那这30户再加上新埔的12户，总共42户，我们相信应该可以很快的销售一空，而且价格一定非常让你满意的。那今年2017年，那范扬奇希望能够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。我们把这个过去没赚到的，今年一次把它赢回来。那当然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跟心血。那希望大家继续跟随我的视频，跟随我的这个最新的动态。如果我推案，赶快下订单，50万拿过来，让你一定可以赚50万回家。谢谢大家。